Huh?你真的会玩吗？你就是你那个往左边移动，它就会动了嘛。啊，你这里有，你等一下这个，它就自己会发射弓箭的。这里有一个刀刀，你就按它，它就发射弓箭的。你按看看，你按看看，姐姐，你按看看。对，等一下有人过来的时候，它就会攻击哦。你两只手用，哎，你手好油啊！你手，你，啊，姐姐，你先帮我玩一下，把它先攻。我说姐姐先帮我玩，我先过你，我先过你。姐姐会不会？怎么会这个嘞？你按到什么了？我不知道。你按错了，借我一下。这个叉叉叉叉叉。行，这个好了，可以了。你不要去动，你就点这里。哦，左边走，右边走，然后你就是按左右移动，跟这个就好了，两个按键就好了。好，如果有人来的时候，你就按那个就好了。会不会？对，好，你可以往左边走。左边可以出去，左边有一个船点，你往这边走，对，往这边，再往左边走。为什么那些人一直跟着我？谁？那些人。那个是爸爸的小兵。爸爸的小兵。什么爸爸的小兵？就是爸爸的兵，爸爸带的兵，所以他会跟着我啊。你不要去走来走去，你要出去外面打人呐、啊。我不知道哪里有人呢、啊。往左边走啊。往左边，哎，左边。对，哪里有人？你要出去外面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城池里面没有人，你要往左边走。对，对，然后出去了吗？你在干嘛？你在跳舞啊？哼！给我啦，给我，我教你，你先看我爸玩好了，你先看我爸，你每次都，对你卡住了。好了。不，看爸爸怎么玩啊，爸爸很厉害的、哦。帮你按。还没有遇到人，我先把这点开，我这样才可以知道说有没有人在旁边。因为看小弟，只要这边有出现紫色的名字，就代表有其他人。然后看到其他人的话，就可以按那个自动，他就会自己过去跑了。然后爸爸用一下灯好了，你说是这个声音吗？是不是？什么？这个啊，你不是说一直嗯的声音？没有啊。哎，你去陪弟弟玩好了，我玩一下国战，你陪弟弟玩。我一个人看呢。你去陪弟弟了啊？弟弟现在很无聊，你陪他玩，你陪他玩那个车。我想按呢。你想按了、哦？你按一个，我按一个。好啊。我是食人队。食人桃。对，我看错了。你懂这个字吗？它的意思是讨，就是讨伐敌人的讨。爸爸已经讨伐了四个敌人了。讨伐是什么？讨伐就是打败的意思。白色是什么？不是啊，那些透明色的，蓝色的。透明色的，那个、啊、那个是人家在说话而已。现在哪里在打？哎，这边有在打，那我回去这边好了。这边有人在打。你看这个好漂亮，你看它的头像很漂亮。那它不见了，它不见了。爸爸骑牛比较好还是骑猪比较好？你觉得嘞？骑猪比较好，骑牛那个太像凤梨了。你说这它很像凤梨？对，确实是有像凤梨、啊。哎、欸，
我们刚刚打败了一个小朋友了。小朋友吗？对。是小朋友。对，他是个跟你一样的小朋友。刚刚有一个小朋友，他也在玩哦，但是他比你大一些些。这个就是小朋友。哎，不是，这个不是小朋友。刚刚有一个徐浩呆，他是小朋友。哎，他不见了，因为他看到爸爸就先离开，待会再来打我，因为爸爸有很强的攻击力。好，我把小兵收起来。你看到了吗？爸爸的操控是这样操控的，就是你要边跑边打，你不能够一直这样子。又看到了我那个车子可以打他，对不对？很棒哦！哎呀，爸爸的小兵挂了，但是爸爸不会恋战，爸爸就是会跑打，然后走往后面，等到其他人一起过来的时候再一起打，这样的话才会赢，不要靠一个人，因为国战这种东西就是你要靠其他人一起打的，不是只有靠一个人可以打的。那爸爸现在就是在旁边，哇，挂了！可恶，被打趴。是吗？没有被打趴了，你看爸爸躺在地上了、啊，这样子就输了，知道吗？就这里，我看一下。对，看到了吗？看清楚了吗？谁可以帮你复活？没人帮我复活，我要回去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哦，好了，我们，你去陪弟弟，我们陪弟弟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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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不玩。